在这个地方有看到筛选，筛选它分这个地方有搜寻，还有此视觉效果上的筛选。什么叫此视觉效果上的筛选？就只有这张图，只有这个年利润统计图叫做此视觉效果。除了这个以外，此页面上的筛选就是完整一张、两张、三张、三张视觉效果，就是这一张嘛，整个利润分析。那请问有没有看到所有页面上的筛选？那就是这么多张都一起做筛选，看你要在这一个视觉效果上面做，还是在此页面，此页面就是这一个，还是全部，全部就是四张都要做，所以当然是四张都要做咯。我来做筛选，做给你看。真实利润，因为已经建立关联了，所以这样做。首先你要知道为什么要做到所有页面，因为我希望一次就把所有每一张都要呈现真实的利润。好，接下来请把退货的退回搬到所有页面，然后接下来请勾，要勾空白还是是？微软公司的筛选是你勾选的就是留下来，请问一下什么叫是？是就是有退回，如果你勾退回的话，代表说就是只有算那些被退回的资料，所以请勾空白，空白就是没有退货。刚刚是不是 0.38 个百万，现在是不是变成 0.34 个百万了？刚刚这边是不是 0.68 个百万，现在这边是不是变成 0.58 个百万？这是完全不做任何计算它就可以完成的事情了。